基本的能力啦，以前可能需要架设什么自己的网站的哈，现在都不用了，架 server 不用了，你就直接丢到云端一点上去分享就 OK 了哈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接下来看那个刚刚有关我们按下那个按钮之后哈，它当然理论上呢，因为我这个已经设定保护了，所以呢目前是有密码的状态。那假如说我执行 VBA 的话，哎，这个时候按下它呢，它会出现这个什么呢？哎，错误1004啦。不过很多同学看到这个错误啊，就会很紧张啊。其实你，请你很多，请你把底下的他跟你讲的那个错误讯息稍微看一下，您可能需要输入密码，就这样子，答案就出来了哦。所以其实很多同学看到这个紧张哦，我说你可不可以看清楚？他马上有答案。所以那重点就是怎么样呢？你需要哈，在当它怎么样清除的时候，你要先怎么样？先把这个保护的状态哈给取消。但是呢，你要怎么样动态的去取消哦？这边呢，可能你需要学习一个物件，物件的名称就是工作表。那工作表就是 sheets 啦，sheets 加 s。那可是我现在是目前的工作表，那在 VBA 的叙述叫前面一定是加一个 active 哈，指的是目前正在被使用当中的工作表。工作表的话就 sheet，那只有一个，所以不用加 s 哈。那同理可证啊，目前使用当中的储存格就是 active cell，不用加 s 哈。目前使用中的工作簿就 Excel 就 Active Workbook 就这样子，所以他会用前面多一个 Active 的叙述告诉你目前正在被使用当中的哦。好，那里面的话呢，它会有一个点，后面呢就是如何把那个保护取消，保护的话就 Protect 嘛，如果取消就什么呢 UNN 什么呢 Protect， 好 Protect。有没有意思就是取消保护？那可是我已经知道我的密码是1234，所以记得哈、哦，刮胡双引号1234，双引号后刮胡。这样的话呢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针对目前的这个工作表，去帮我把保护哦 ，unprotect， 好、哦，密码告诉他一下，记得呢。加上一个小刮胡，里面呢放的就是你的密码。好、哦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字不要拼错。那怎么知道字有没有拼错？我的习惯，我前面有讲过，我打字一律打小写。如果你把你的游标移到下一行，如果你的字首字变大写的话，表示你一定没打错。好、哦，用这个方式来验证，很简单，这是我自己的诀窍。好，你把它移开哦，看一下字有没有变大。哎，有没有 ？A 跟 U 都变大写了，表示呢你没打错字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哦，打字就一定会打错，很紧张就乱，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、哦。那这样的方式去啊，所以你也不要没事自己就把它打大写啊，你怎么验证？没办法，所以打小写就好了。好，那取消的对不对？如果你最后跑完程式了，所以呢，在 for next 外面呢加一个取消保护，当 next 就是跑完了，因为它一定会在 for next 里面呢一直做动作嘛哈，做完之后呢，要再把保护加回来，请你把上面这一行呢把它复制到这边，复制还记得吧哈 ，Ctrl 键按住，那取消保护是 unprotect。那增加保护是什么呢？哎，对，所以请你把 UN 怎么样拿掉？那拿掉之后的话呢，因为它首字还是小写，所以你移开的话呢，应该会变大写，有没有？就这样而已啦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让你怎么样动态的取消保护跟动态的增加保护，理论上呢是写在第一行。好，所以那个public sub 的下一行跟 end sub 的上一行中间呢，就是你要执行的程式，不要去动它，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了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啦齁，动态的取消保护跟动态的增加保护
哦，不过其实这东西不困难，不过我发现网络上你 Google 一下哦，还真的找不到相关的分享。好像有同学说，哎，老师 Google， 哎，发现 Google 到的哈，居然是。老师不好意思，那个今天班带请假。了，他会卡住嘛哈，所以呢，其实你如果是错误，他一定会出现这个话嘛，那你把它斟错，他程式就停在这一行。那我前面讲过哈，如果卡住了，但是你后面又加了程式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怎么样，让程式倒车啊。好，所以其实 VBA 在这个地方它的程式设计的环境算是非常棒的。其他程式目前来看还没有这个倒车功能，它跑过了就不行了，就你要再重跑一次。那我讲过这个可以拉上来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，游标把它停在这一行。那如果你要执行的话，当然你可以按 F8 逐行，或者是说呢，你可以直接执行啦。但是因为我要看细节的话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，拉到这边确定一下这个功能有没有被取消掉。所以我移下来，然后看一下 F8。这个时候呢，请你观察一下有没有上面这个有没有从保护变成，因为所以它已经动态的，它有点像是你滑鼠已经移到那边，把它输入了密码，同样的动作啊，等于是说呢，我们一行就把它搞定了。好，啊，其他的话当然清除的话就没有问题，就是我就让它全部跑，哦，跑啊，当然你可以按 F8 了哈，不过这个地方你可能要一直按，可能有20个老师，那你要按20下，所以有的时候我怎么样，如果按很多下，我刚才设个中断点，这边跑很久嘛，啊，我停在这边一下，这个叫中断点，可以先让它全部跑完，停在这里了，那我要确定它会不会再 unprotect， 按 F8， 哎，你会发现。上面这个地方它又动态的把它恢复回来了，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，两行程式完完全全就搞定了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当然也是，我平常写的方法了，后来我把它分享出去哦，所以我刚刚也 Google 了一下那个什么呢，什么关键字就是 VBA 怎么样保护工作表，当然也可以打一个取消保，你明白，第一个就是我的部落格，第二个是某个论坛，第三个也是我的部落格。然后第四个也是吴老师，这应该也是我的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好像也是我的影片哈。其他大概就这些了，还有一些官方的。不过你会发现官方也有讲啦，只是官方也讲的很啰嗦。好啊，所以其实我给各位的就是最精简的。反正这些东西程式如果可以精简，可以少写，那我就不会多写。OK， 大概就这样而已，你也不用记太多。记了一大堆之后呢，最重要还是要怎么样？学到精华，然后呢，要把它用出来，所以。